风采安尼吼，来谢谢，好声啦，放个冰冰叫，累累叫，搁安尼下下叫，哈、啊，祝福着咱嘞第五年、第六年，咱都下咱这种地主吼，啊，家家户户会当年年赚真多咱的新台票吼、啊，谢谢，来，啊，这个水果你话你甲看卖，年纪轻轻，体重哪来哪轻啊，好轻，哎呦有啊，真正啦，人讲吼，这个一工三顿吼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少了一顿就饿得慌。啊！若不带上个小姐三顿做一顿食，哎，真正是安尼吼，大家拢趁钱啊！哈，我食三顿，食这你食三顿哦，你你不是三顿做一顿食安尼哦？哇，安尼好会做。生气，你甲看，你甲看，这小姐个性无相像啦。即讲吼，若无食饭吼，就会生气了。心情会一直安尼无啥会爽快啊，对不对？是吼，哎，做你每一个人的体质无相像。是啊是啊，那我吼，我那这节我吼，我真正是吼拢食宵宵夜命。哈哈，对啊，因为吼，咱个老板讲话，迄主持的吼，袂用伤补水，吓，吓啊，袂用伤安尼。你来食宵夜，可是你来拢无肥着。伊我拢无安尼哦，哇，啊这嘛是啊天生丽质难自弃。真诶，你食宵夜，咱拢无肥着。啊，本来因为吼，啊嘛这嘛是体质咧，你睇安尼。哎呦，啊这个唔忙都无法道理啊。真诶啊。哎呀哎呀。我讲你看咱无肥着。哦，唔是啦，啊无来，因为吼最近咱个舞台上咱这小姐，大家拢安尼吼，真正拢安尼 S 型。的身材啦，啊咧主持的吼，若无小花减一下吼，都被比下去了啊咧。没有，你从来没有胖。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胖过。从来没有胖过。来来来，安尼好啦，安尼好啦。安尼我咧讲吼，那伫咱这个海口方面吼，诶，这应该无属于海口。那你不是。啊，伫海口方面吼，若无食安尼吼，诶，吨位较大咧吼，我甲你讲。你叫飞去啊。嘿啦，东北季风来的时阵吼，真正会飞去啊。真好，海口。真正是安尼啦，是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这算东北新城啊。对。哦，咱这气候吼足舒服的。是啊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嘛足适合看咱这小姐吼，这水果娘安尼吼，迄个比基尼。哦，安尼真正，哎，应该我有准备哦，我有准备哦，哎，我拢有准备迄较细命的啊，但是袂使完全无穿，对，迄完全无穿，迄全裸的吼，迄袂使。哇，你讲对着咱的众尊神吼，不敬安尼啦，哎呀哎呀，莫安尼烫衫烫裤，你写歹怕人哥安尼，哈哈，太怕了。我啦，女人哦，觉得吼，女孩子还是要留一点啦，是，哎呀哎呀，哎呦啦哎呦啦，来。是啊，内在美嘞。像现在哦，啊，你第几首歌跳？现在要唱第三首。第三首歌哦，袂啦，其实袂啦，袂使，因为今仔日的天气足赞嘞，哦。对吗？你甲看，今仔咱的天气足凉爽的。袂啦，主持的看，这前只是讲人客无认同，啊，若无的时阵哦，我若要想要唱较少的，哎，对，安尼了解咯。安尼好来，我咱的四姑娘来好啊哦。表演一下，我拄仔甲人家讲啊，你算模范生嘞，是吗？表演了无好，有效查看，列入黑名单。哦，安尼好，来继续安排。我要看你三支红。来，三支红。哇，三支啊，一支。喜欢文化。